以后不要玩都市传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晶晶。晶晶。OK， 今天呢，我要来拍都市传说，因为我弟弟说他想要拍都市传说，所以我就带他来拍，对吗？OK， 今天我们要怎么玩这个都市传说呢？今天我准备了蜡烛、一个玩偶、打火机。今天为什么要准备这三个呢？因为今天呢，我们要召唤把这只假的猫咪变成活的。今天我们要怎么做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点蜡烛，然后把这只猫咪召唤变成活的。所以废不多说 ，Let's go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进行这个都市传说，怕吗？阿哥也很怕。其实这个都市传说我没有做过啦，今天因为我弟弟讲他要做都市传说嘛，所以我今天我就带他来做。他讲他不怕哦，他讲他不怕，哼，怎么可能？这小垃圾。OK， 首先我们要拿这只猫，我们要点蜡烛。俊俊拿这只猫，现在我们就要点这个蜡烛，然后在这个猫的身上，然后这只猫就会复活。哎，刚刚你有没有看到吗？那个火自己灭掉哎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转圈圈啊！所以现在我们要让这只猫咪复活，我们要转大概五圈，然后我们要念咒语。让猫咪复活的咒语就是“小白，小白，复活吧”。我们要连续念三次啊！一圈，小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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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复活吧，复活吧，复活吧。然后把蜡烛吹掉，然后敲他的身体三下。各位，那只假的小白真的变成真的猫了，可怕！你们看，是不是很可怕？是吗？是吗？这个都市传说是真的。各位，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那只猫变成真的了？真的很恐怖哎！真的变成真的了，是不是？它变真的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我可能害怕，君君真的很恐怖哎！我不能呼吸。君君，君君做梦，君君做梦，君君呼吸，君君，君君，君君做梦，君君，完蛋，完蛋了！君君被鬼附身了！君君有事情吗？我以后不要玩都市传说，我害到我的弟弟给鬼附身。看什么看？十八公。